我叫 Teddy。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日本一の美味しくなれ、もえもえ Q。还有平民社会做的这个动作。抽業員啦！睇下你咪真係鑽石級無腦五線。嗱，望下到咗啦呢度啊！朱古力介紹呢一間有咩咁特別啊？佢係全日本 number one 嘅 Made Cafe， 佢咧總共海外連埋日本有成十九間店鋪，兼且佢有500個女仆噶。喂，而家呢種裝入去咧，啲女仆係幾靚女喎？系啊，我覺得威喎、啊，我覺得冇詐騙喎、啊，有陣時咧，冇詐騙，係啊，有時下邊嗰啲勁靚派傳單已經上到嚟咧 ，OK 啊，我覺得好羨慕衰神啊！咦，緊張啊！即係呢次係熱姑你嘅女仆咖啡初體驗。係啊，初體驗啊！你我係啱啱嚟日本嘅時候去過一次，但係咧完全聽唔明佢講咩，亦都唔知做緊乜嘢，所以一點五體驗。好啦。我哋陣間係會做嗰啲㗎。我想做啊！我好耐冇嚟啦。冇嚟。哦。就講啲嘛。精彩。佢中文咩料啊？メイドちゃん、お写真動画撮影されるとびっくりして溶けちゃうので返さないようにこれにさ、もう整容がねやおけにゃおけにゃおけにゃおじゃあ、影相影の女房不用你兩個囉今次我哋呢一个女仆咖啡咧，系喺 K 六嗰度 book 嘅。不过其实你都可以 walk in 嚟噶。等我哋而家同大家介绍一下佢嘅 menu 啦。呀！唔好太丑。OK， 你加油啦，控制一下个表情先。喵。咁我哋而家咧就嚟到呢个梦幻王国啦。咁佢呢一度嘅入国料咧系880 yen， 咁就系唔得，我顶唔顺。880 yen 再加埋呢个食物飲料费，呀！跟住然后有啲咩食物呢？主打嘅鹌鹑饭啦，因为鹌鹑上面咧会有呢个 made 画上去嘅嗰啲松松形，另外咧亦都会有甜品套餐，就系一个 parfait 啦。跟住仲有呢个飲料套餐啦，就应该会喺你面前即搞整即整水咁样。冇错，咁呢三个套餐咧都会送一个呢度叫嘢食嘅时候咧，你系唔可以嘶嘶啦声嘅。呢度你只需要喵喵，即系我嚟啊！グー。時間見てくれ、かしこまりました。こんにちは。Hello。マジニアン爆弾ゲームを開催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ニャンニャン。ニャンニャン。何が出るかや。ようこそオリジナルボタンマッチゲッチュチュです。會送一支芝芝冰俾你，冇錯，每個人咧都有一支芝芝冰。你睇下，佢連啲芝芝冰嘅袋啊，都係有呢一個女仆喺度嘅佢。同埋你睇下呢個棒棒個頭頭，係佢呢個嘅 logo 心心嚟嘅，好靚啊！我想問呢一個會唔會係佢哋嘅 number one made 咧？所以咧可以做到個袋嘅。啊，過嚟啊 ！Number one made， 點解？佢咪好可愛啊？可唔可以睇下？幾可愛啊！係
係靚女系女模啊！之前同二哥講話，哦，如果我哋去 Made Cafe 著到成個 Made 咁樣，佢會唔會好挑剔咧？我覺得遠大啊！想知你今日會挑剔，所以我今日專登著到平民啲，平民唔會著粉紅色嘅衞衣啊，係咩？介紹翻贊助本影片嘅善長良菇 Pop Cashback。平时大家嚟日本旅行应该都会好常用 Klook 嚟 book 活动，今次我哋去嘅旅 book cafe 都一样可以用 Klook 去 book 噶。不过今次咧就比较特别，我哋系透过一个现金回赠平台 Top Cashback 嚟 book 噶。Top Cashback 系英国最大嘅现金回赠公司，比起其他唔同嘅现金回赠网站 ，Top Cashback 嘅回赠比率系比较高噶。只要经 Top Cashback 嘅网站进行网上购物，佢就会 track 到你嘅购物记录，而提供现金回赠俾你。舉例，今次我哋喺 Klook 預約嘅旅部咖啡，費用一共係1035元，回贈率係5%，我哋會收到51.75嘅現金回贈，即係幫我哋節省咗大概50元啦。Top Cashback 平台是全球都可以使用，没有地域限制，亦都可以同时注册成为多个网站的会员，而且合作的商店非常之多，网上购物类 iHerb、护肤、美妆，大家去旅行用的机票预订、酒店预订、活动预订，连日本的 Rakuten Travel 都有现金回赠。嚟日本旅行梗系想悭得一蚊得一蚊噶啦，悭埋悭埋可以食多一餐回转寿司啊！其实 Top Cashback 的平台十分之容易使用，大家只要注册做 Top Cashback 的会员，在他们的网页已经列出了很多热门的网站给你参考，而且已经分类好，例如我们选择旅行、机票、酒店就会见到 Klook 的啦。那这个 Get Cashback Now 就会去到 Klook 的网站，之后在 Klook 网站进行预约，就可以得到现金回赠，真是超级方便啊！只要在11月30日之前用日本咕咕的专属连结注册成为 Top Cashback 的会员，就可以得到$10的全新优惠。而家已经有好多北京客人嘅官员疯狂咁注册紧啦，你仲等咩？仲快啲行动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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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喵喵。こちらです。ちょっとだけ。你好，我叫 Teddy。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リリちゃん。リリちゃん。はい。你好。可愛い。就这个，我就觉得可愛い。我龙卷头赢了。好像龙卷头赢了。どう？그간대어게미미도可愛い。後生咗10歲，哦，真係㗎，咁我以後從此帶住佢出街，每日都帶住佢咯，以後每日帶住啊，呢個鏡又，啊唔係，有冇修飾咗我長面型啊？啊可愛，唔係啊，你咁樣係會增加咗你下面型，增加咗。因為二姑今日係白色衫，所以咁啱襯翻，跟住姑咪咪今日粉紅色衫又襯翻。我咩嘅咩啊？我咩得意啫？呢個就係奶奶嘅耳仔咯，哦，好襯啊！好襯啊！真係㗎，好襯啊！咁啊係 Facebook 群啊，所以係
红啊，好红啊。系啊。我要求咗咧做豬，我叫做奶鷹豬，我要求佢畫咗只豬俾我。セレモニー、発酵のセレモニーですね、儀式がありまして、私が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お嬢様と言ったら、その後にただいまで返してほしいです。はい、いや、いいですか。はい、はい、ヘイメイドちゃん勝ち負けです。こちらのお嬢様方メイドリーミのパスポート発行を完了いたしました。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せーの、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お嬢様。ただいま。ご注文のお嬢様、おとひ、はじめまして、お腹が空いてるご飯と申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お腹空いてます、ペコリー。お腹ペコリー。どこから来たんですか。私はご飯ワールドから頑張ってきております。一緒に美味しくなるおまじないかけていきます。一緒に私がもえもえと言ったら、もえもえ、はい、キュ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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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はい、オッケー、オッケー、ニャ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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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きますよ。じゃあ手拍子パン。我哋完全冇留意。佢全部佢有一個 cocktail 系列，咁嗰啲 cocktail 系列就全部有得玩呢個啦。唉，好好玩啊！同埋咧，好多女仔咯。係啊，我想講而家全場咧，我哋頭先數。你最中意邊個？你最中意邊個而家？因為我哋講咗好多女仔。唔係，因為女客啊啊，係啊，主要果行。你嘅最果行，果行真可愛。
因為同我一樣都是由白飯星球嚟嘅，佢都是我同鄉喎。哦，我而家即係如果唔同佢哋講嘢咧，我本身咧就中意嗰個熊仔。係啊。但係如果同 Teddy， 但係而家同佢哋講嘢，我又覺得 Chibi 好得意喎。Chibi 淨係個名已經夠得意啦。Chibi 真係。咦？原來你中意 Chibi 嘅咩？咁咪中意我咯。OK， 我中意你，好中意你。佢中意我嚿黐皮，佢嚿黐皮明明一拳中破肚嚟嘅，得唔得？佢咧原來咧啲 Maidle 咧係有唔同嘅衫噶，係有唔同等級嘅。原來 Maidle 嘅階級觀念都幾重要。係咯，爬上去嘅話都唔容易。係啊係啊。我見到頭先我哋兩個喺度研究緊佢哋啲制服嘅時候，我見到 Gumi Mi 隻手咧喺度咁樣掹大佢。是啊，是不会酸的张纸 ,OK? 你都是没玩我过，我以为你不会放大的张纸。烦啊，你想不想帮我看掌？好烦啊。下次苏师傅看掌不行，等我来啊。不可不可以去第二个地方？有啊。有啊，是要平面才可以做到这个动作。こっちにのオムライスね。おー、美味しそう。はい、かけします。はい、はい、ラッキー。一緒に美味しくなれ、にゃんにゃん。でお願いします。せーの、美味しくなって、にゃんにゃん。咁我哋而家咧就試下呢個兔仔嘅巴菲啦。我先啦。兔耳仔啊！一定好味啦！多食咗你個波嚟先。頭先我咪抽到呢個二等獎，就係可以影 digital photo 嘅。咁佢咧原來咧唔係一個人影，係可以成台人一齊同一個 model 翻影嘅咯，好抵啊！即係你只要一台人抽中咗一張嘅話，就已經可以一齊影啦。哇！好犀利 ！OK。可愛い！誒，呢個真係覺得一定要等 Checky 咯。哎呀，好靚！完全 no digital 啊！真係好啊！ありがとう！耶 ，Chibi 酱 ，Chibi 啊，可愛い！誒，豬啊，佢記得你係豬啊！係啊，哦，可愛い！唔捨得走啊！玩到唔捨得走啊！好可愛啊，成部人都成部人啊！人啊你明白點解我曾經係呢個女仆咖啡嘅鑽石級會員啊嘛？我想講，我會好好咁樣保存我呢本 passport 同埋我呢一張相嘅。幾靚幾偷嚟啊！啱唔啱我？唔通我做完另一間咖啡嘅鑽石級會員之後，我要喺度做埋鑽石級會員？可能大家到時咧嚟呢度又會見到我哋，又嚟嘅。我覺得你今次走數走得好好，係咪啊？係，係咪好好玩啊？係啊。但係嚟到咧，其實我哋兩個玩得最開心。係啊，係啊。咁好啦，咁今日條片咧就嚟到呢度啦。好啦，咁我哋如果你哋都中意呢條片嘅話，請你高抬貴手，呀！贊好、訂閱、留言、做會員、睇廣告。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呀！